200克面粉，糯米粉，开水烫的。下手给它揉面团。这都可以给它揉光，我再撒点干面粉给它揉揉，搓长给它擀扁，擀成长方形面饼。这都可以给它调整调整，上边抹上豆沙馅，给它卷起来。给它下8个小面筋，上锅蒸15分钟啊，蒸熟，这都蒸好了，上面撒点椰蓉粉。这都可以啊，香甜软糯，可好吃。